然后就开始碎碎念，所以大家请等一下我打排位的时候把声音关掉好了，我等一下一堆什么脏话还是什么鬼的都冒出来了。打排位就是一种想打架，随时奉陪。其实我发现我刚刚如果有带斩杀的话，其实斩杀是。我回逼啦！我选错字啊！小黑要玩射手，就玩警吧。我真的比较没那么行。我觉得我看我自己这个胜率，你看这个胜率，跟这个胜率，跟这个胜率，这个是一二三的排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排名胜率。不幸的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拉兹超刺激，没错，拉兹真的超好玩。虽然我现在还玩不太好，可是就是好玩，我觉得。有的女生穿衣服脖子靠了黑色带子，那叫什么？黑色带子是什么？那个是围巾吗？哎呦，罗尔的新造型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？马上就有人买了。玩的对面好惨哦、喔，觉得马洛斯跟萨尼的血超多的。狗圈是什么？那个是项链吧？这是项链啊！所以现在应该有 B、C 牌的。现在是三个 B， 两个 C。有一个不要不要的、啊。注意走位，还有五秒到达。所以还现在还是双排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稳稳打、啊。带我回 B 啦。我觉得这样你要再多赢两场了吧？这是重量级比赛，不够格的就靠边站。刚罗在睡觉，习惯出现用拳头打招呼。想打他、哦，冲动！敢挡在我面前，就吃我的拳头吧！可能是我鼻子好痒。我来抓人喽！养错了。不要！很多你想要我打野的信号，好笨。注意走位！我的拳！吓到我了、啊！我说你要。没有，因为我平常这一支都在打野。哦。风在上哦。哦。这是重量级比赛，不够格的就靠边站。敌人消失。把你被他抓了。他们在吃果冻。好，直接开，直接开，过去帮忙打。我有在，我习惯用拳头打招呼。把我放掉。要，来收口了。我死掉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爆掉了。我带你们打，我这个秀，这个秀，这个有。留下来就。你你要走远一点哦。哇，你们这个秀好像没有，有人是逃走了。我刚是，其实我刚看两波，反正马都是接回美国的拳头打爆。我今天龙一。中经济
帅的升龙拳。他应该不会在中路开大。敢挡在我面前，就吃我的拳头吧。全部往下路了，马上到，全部都要下路了。出场，出场了。但我被冲对啊，三小。但是我还是乱杀一通啊。有。我怎么这么会乱杀？好，你给你你。安抓，让你不要我不抓，干嘛上线？最好笑的是这样，我撕下来了。你干嘛紧张啊？装那个过关，我刚可以帮悟空把悟空解决，对啊。我自己在单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凶一点，但我刚玩，所以我还是保守一点。也会被我的拳头打爆，请求集合。我刚刚不应该一直追罗，应该跑掉，我跑掉，我跑掉了。敢挡在我面前，就吃我的拳头吧！注意走位，这是心急如焚。我习惯用拳头打招呼。刚刚是不是那个？怎么瞬间少一个画面？看见了。乖一点，别太冲。我的拳。好，冲大。我把你手残了，我要点两个帽子。撤掉，撤掉，直接绕好了。那个门，打他们不会到。是塞金身，应该是金身，然后封建中地哦。敢挡在我面前，就吃我的拳头吧。敌人消失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这边一只。哦，这边一只。悟空在上哦，下路可以打。我没有看，没有。直接看。我在看，我在看他的远。我在看，你们杀，你们杀，我快太晚了。我在等你们。我要开的。直接打。悟空。冰淇淋。这是重量级比赛，不够格的就靠边站。再退一座，退退退，中间中间来退，我怎么累了？掉，进，打落去，有下路的，然后吧，然后上路，马洛斯应该去上路，不要跟马洛斯硬打，马洛斯很硬，也会被我的拳头打爆。好。
头动就出来了。我上了。注意走位。瞬间出来了。哦，开始痛了。我的拳。你往古龙靠。那你干嘛了？知道，看到了。要打哦！敢挡在我面前，我知道，就吃我的拳头吧。先抓软的，我正在抓。悟空，大你，硬的都在上面。我习惯用拳头打招呼。可以抓，抓抓他。最坚固的铠甲啊，也会被我的拳头打爆。可是我不进去啊！你那个，那个会一跳的，是不是？那个会进去的，对吧？没事，你泥秀就好了。中路要退啊，中路要走了。让你泥秀一波啊！不要啊！我好怕我失误啊！中路那个魔龙王，往魔龙靠，魔龙直接开战。你泥无力。你已经五零，你要来帮忙五零四了。啊，这是重量级比赛，不够核弹就靠捏战。停右边，是大陆的经济。战机这场一定是你的。注意我习惯这里哦，都在这里哦，看到了，都在这里哦，你没事。我拳，哎，这开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有，先冲，不对，等下我来了。中路可以吗？有抓到没有？抓中路可以吗？抓到了，有可以，中路可以抓，不错，有中路直接打掉了，点了，再推一座，直接推，中路，直接推掉，也会被我的拳头打，马路是没打，这个。太屌哦！推到草那边，耶！赢了！终于哦，我好感动哦！终于有一次 MVP 啦！感谢订阅啊！哦，我刚刚还蛮专心的，因为真的有点紧张，没想到我拉兹可以练啊，是吧？好啦，不要太，也不是自大，我只是觉得我要给自己信心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一直要换一只角色玩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那台我知道上不去啊。罗的话，他的那个就是攻击有点太近战了，反正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继续练啦，就这样子。现在才94，真的有点少，我只玩法师啊。欸，真的还行啊，我觉得没有死掉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打之前跟打完之后有反差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可是我的伤害没有很高欸。好，希望可以再加油。我可能这个要我现在其实都会看一下回放，我的有一些问题是什么这样子。感谢订阅，感谢。